应该是拿两个土坡，不着急，小小一个。哇，那个语音开的，然后把自己的麦关了，听听他们在说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拒我的话。哎呀，没抓到，扎心！他刀具什么时候这么长的？门上砸了，把你们的针砸了。我下去。打个电话，叫个外卖。我看看，我还有没有钱去买那个橄榄球？买不了了，买。买个游戏，爽哎！遥控器可比真实惠多了。在这边有医生呢，老三。那这个前锋。搞啥？没事，他有听音器了，不着急。哎！好卡呀！我的天！你挂的早吗你？哎呦，我有5000块钱了。你又过来，你还回头？你敢过来吗？你又不敢过来。烦死了！我操！我好卡，真。买完了，谢谢老铁，他又给我送了个球。这个，哎，我可以二连。
不好意思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哎，考虑一下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两个球，我大概知道怎么玩了。然后我们去找小丑啊，厂长不好惹，我们去惹小丑。小丑比较好欺负，小番茄。哎，来了，然后再来一下。哎，爽哎，哎，舒服。这小岛自闭了，小岛自闭了，哎，谢谢，又有球了，哇，对啊，真的是，怎么可以这么好心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错了。哇，贼秀！我怎么可以这么秀？完了，他打电话去了，我操！你还有没有球啊？考虑一下呀。医生，你把你球给我看一眼呗。考虑一下呀。无聊，想搞事情。哎，小丑，我又来了。不好意思哦，等我用完哈。好卡好卡，大家重启游戏，重启游戏。凶呀，你的怀表呢？爽欸。我中了多少次啊？怎么看啊？